下，要被逃离危险。我刚才当公车这样，替他人卖萌，带你去走。什么？李总，李总你，啊，大汉呢？怎么不是看我？啊，美金呢？美金刚才这个来着。美金，我挂过你了。美金一定就艰苦的，什么时候呢？我查你以前好朋友的，去阿美金好好关心。我嘛希望你会当好好教。我知影以前也真倔强，有当时倔强到连生活家己拢毋知影，算是拜托。特助。Thank you.